头底乐是 master，master，不会啦，不会头痛啦。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就好了。我们都不知道。那这一台是要很有趣。这样够吗？四颗，颗手一颗就好。还好电，还好电。逻辑模板不对，完全看不懂。没有，我现在就只在做一颗A1 的电池而已啦，没有什么不懂啊。哎，就是在做，为了做一颗电池来储电而已。模板，干嘛运算模板？这个。也就是在别人台看到有回复三、宝石三，我就可以挂着岩浆一直到了。你用什么回复三、宝石三？环境控制器。环境控制器。对。它需要大量的蛙哥。蛙哥。对啊。什么蛙哥？咕噜林波安安。或是硬点放打玩具，对啊，对，玩龙魔店啊，我今天就是看到这个啊，然后就是就可以耗岩浆挂整晚了。哦，所以你的装备都练满了吗？还没啊，今天看到传奇要再上去一个绿色，还有哦，有啊，天哪，龙魔组之后会玩哦，但是不会开台玩。等我写魔法玩完。好，好。哦，你说你龙魔法是你拍片的那个、啊？对啊，我之后会拍片跑啊。他秒吃多少？看啊，这是不是可以调低呀、啊？要调多少？龙族电可以用电量转换把 A 一的电用。变成 A 的电，不是啊？你哪天你的电停电了，你没有电池，你怎么让你的东西拿出来用 ？OK， 好的，有啊，这边就是给他。你要有备无患的想法啊。这个叫做储蓄的概念，就给他给他这个燃料嘛，然后这边给他燃料，然后这边给他这个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先挂在这边吧。没接电，电能传给环境机构。我等一下就要做电线啊。OK， 有了。哇，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OK， 这个东西可以拆掉了。我没有打算现在发展它到很大、很扣规模，只是。要一点东西而已。好了。这个先吃吧。前两天出产的终于赢了，恭喜你。啊，这里的话，什么是？那这是陷阱骷髅吗？在摸口家的路旁边跳啊跳的，我想要会摔进去。陷阱骷髅马吗？对啊。这个房间在这里。往里面一格好了。这个，坐下来。好，然后我需要做两个发电机。先把东西塞在这里。
有玻璃，有根玻璃没弄掉，有根玻璃没弄掉。哦，看到了。啊！哇，有人帮我整理出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应该还讲少讲一个是那个，嗯，该是王子。你是来送经验的吗？被看到了。我来补车票的。好，我刚好回来放东西，看到你在干嘛？可以让你有啊。我最喜欢听是《相遇天使》，听到哭出来。相遇天使。对啊，他们是说他最后的时候那个吗？对对对。哦。那个那段，嗯，还不错。嗯啊，对，我要做发电机。1、2、3、4，4个，这样。然后啊，来来，都是难过的心情。嗯，我很难过。干嘛、啊？我的包包放进了包包里面，然后他就被吃走了。啊、包包放到包包会不见哦。这个包包的 bug， 因为我就觉得包包一直很难用。因为我前阵子我不是有说我的包包不见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在想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就刚刚就是不小心出状况，就回过神来，他已经不见了。原来如此。对啊，所以千万不要做，还是我要阻、去阻止某口做这个。你可以鼓励他多做这个。哇，这个人，你们真是朋友啊！哇，我问你哦，好朋友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我好像搞错了，是不是？太坏了吧！肯定要去刷线。线？你要很多线吗？因为我没有在养羊啊。需不需要我这里开始种线啊？是不用啦。要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好、哦，经验很重，等级还吃经验吃三等，固定三等。嗯，你100等的时候他还是扣你3等，你3等的时候他还是扣你3等，所以你是越低等传送越划算。我要干嘛？哦，又忘了。包包，红石，红石砖，红石，红石砖，还有黄金跟导管。哎呀，用快捷键打开应该能，还是用黄金包包。打开背包是啊，送那个背包，导管在这，哪一个啊？这边，两个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哎，不就是同一个吗？这边。好可爱哦！OK， 啊，还有下面需要，要吗？下面这个吗 ？OK， 好。Okay. 这个什么空白升级还有用吗？空白升级？对啊。什么空白升级？就储存空间、显示啊那些。落水啦！钻石包包的那个，那个其实不太有用啊，所以就普通坐上去就好了。嗯，好。哎，团，啊？你还在剪片啊？嗯，怎么了？我好难过。你说你的包包不见了吗？对啊。再做吧，再做就有了。嗯，结果呢？你就等一下下去就说里面有别的东西，做得出来是还好，重点是，我记得
有一个很难做啊，啊，就那个虚空之泪啦，不知道怎么用的啦。虚空之泪是什么东西啊？它就是你那时候如果还没有那个环游旅行者嘛，环球旅行者，那时候你只要拿虚空之泪在身上，然后点右键不知道怎样，你身上所有的地狱石都会浓缩成一个。好酷哦！对，可以帮你压缩。那可是你拿出来就是要一个一个再拿出来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你有环游旅行者。不是重点啊。我也知道这不是重点，我只是想要让你乐观一点。我在冷笑哎。可以很悲观哦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我也可以很悲观哦。你们在悲观什么？我可以为了吃不到晚餐哭哦，没有啦。他吃不到晚餐就会哭哦。没有乱讲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小时候真的会，很小的吃不到晚餐吗？对，就吃不到东西，然后就不可以吃到，然后就。那你应该都吃得到啊。我最后还是有吃到啊，对啊。因为他们闹我闹到哭了啦，好了，给你吃了，给你吃了。以后就用哭的这一招，对不对？不行了，长大了太白痴了吧、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是包包动不了，好好，还是改用这个好了，而且这可以自动堆叠。赞哦。啊、哦，好啦，我们的平安救起来的箱子剩下了11个。哎、欸，有声音。声音。嗯，这想要挖多深啊？挖深一点好了。YT 那边好不受控制，所以就回来这边了。YT 哦 ，YT 是最近开 ATM 之后，观众比较多啦，所以你可能会不习惯。嗯，对啊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就会习惯了，可以让他习惯一下。做出了新的包包，不痛。包包强化是能强化哪些功能？以前是可以强化，就是自动分类啊，自动把红石变成红石砖啊，类似这种东西。捡起来的东西会自动跑进去啊。对啊，可是现在就是你要存进去，就只能真的手动存了，打开包包存进去。嗯，真的，这样子应该够高了吧？啊，不够高，以后再加好了。然后，好，我需要把它给运下去。正在寒假过年中，哎呦，我搞不好真的在过年这期间会很积极出影片哦。这段时间反清影片出很多哦，赶快出一出，认真看，赶快出一出，然后过年完后就开始玩了，已经是日更型实况组了，日更三部哦，日更还不是一部，是很多部哦，真的，你不会累死吗？累死了哦，我看台前就说我好想睡觉哦，啊，珍珠还没好，我还有一件事我要干什么？我都觉得掉皮卡布掉出已经够累了。别光啥，可是至少你有上字幕啊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加个重点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字幕是找我没上的。你妹。对啊。哇，这么厉害哦。因为我妹妹说想赚外快。哦，有没有想赚叔叔的啊？赚叔叔的外快。我跟你讲，他光剪我的就剪到快崩溃了。哎、欸，我不用剪字幕哦，我只需要。剪剪剪就好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完全不会剪剪剪，他只会上字幕这种。不是啊，我说不用剪字幕啊。啊，算了，你听不懂，算了，你太纯洁了。啊？啊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？我没意识到哎、欸。算了，大过年的，我没意识到的事情。大过年的阿弥陀佛。啊？刚走开了。
哎、欸，其实我的那个影片的有些字幕是我妹上的，其实我也没有藏啊，我也没有隐藏起来，我都打开影片资讯栏哎，我没看啊，我都是不只是看应那该是些你的们都啊。没看到而已，对啊，只是你们就是没有去我点除非是在找 B 剧院啊，或是什么才会点开下面，看有没有说什么提供之类的啊。难怪有错字，被抓到你说了。戏剧一吗？难怪有错字，没有啦，就算是我上的，也还是会有 一错定字难免的啊。有这时种候真的东是西上字幕上到会觉得这个字很陌生呢、就是疲乏了，会疲真乏。的对啊，啊。我当时打只是打打屁孩安安，我就觉得安安我打错字吗？光是安安这两个字我就去 Google 好久。就犹豫了。对啊。对啊。我其的这段实，话很像怪北北，不是啊，一直都是啊，一直都是怪北北。对啊，你们怎么了？我这耳机真的好好看欸，啊！其实，对，对不起，你说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要回到刚刚讲，其实我是说，其实大家你看很好奇这个人到底这个影片是谁剪，其实影片居然几乎大家都会写啊，对啊，不管是谁都一样。除非是剪辑师不想透露，照理说你不会吧？或看。许啦。中介袋子又回来啦！又回来我啦！就放里面好了。哪天又发生意外啊？团团，他要干嘛？我要再来打一次针了。为什么？我发现我的箱子里还有一个针头，不要阻止我。那你要吗？这里，好啊。这里有药，这里有药。在哪里？我一样在老地方，我们只是老地方交易。老地方打针头。私下交易，再给我一点点，一点就好了。下次再把钱还你。连新闻都有错字哦，新闻错的字可多的喽。新闻错字超恐怖，那有个些不是很夸错，那已张，经是夸张，对吧、那是已经夸张的境界了。怎样可以加打，斗篷的能力啊？哎、欸，才两颗哦，真的这么小气哦？没有，因为我身上也没了，哦，用完了哎、欸，吗？所以身上你也这用个就完是利用那个东西用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做成玻璃珠之后，那个三直接十把它丢秒到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不是30秒，哦，这是丢直接玛丢纳下池的去就就好起了，来。对不对？对，丢马子脚，对，哦，这个那我可以自己做了，你可以自己做，你可以自己做，真 简我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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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鹰。我家有魔力泉，就在我家后院。其他魔力泉给的很大方，我以为会很难找。我对啊，我家这边就两区，一区在这，一区在山头另外一边。都放这里好了，这边。我们来看苹果消失的瞬间。那、哦、这个不会掉啊？反西母汤，母汤什么？当什哪一么？段了？哪一段了？哪一段母汤？看来是汤啊，母汤啊？对啊，怎么会母汤？母汤什么？这个应该还用不到吧？没事，管子爆了而已，接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接起来就好了。不小心把它管爆了。里奥纳多皮卡丘，什么狗？繁星也是要投模组，没有，我只是稍微刻一下。我看到这个没有满，有点心里不爽。繁星只是小氪而已，重氪的在旁边。对，重氪的在下面吸我的僵尸东西。对。还练，他还吸药练刀，我要让我的刀子变磨刀。哦，你说的那个会走路吃东西的箱子，我觉得它很麻烦欸，他很可爱很可爱，但是可是我觉得好麻烦哦。欸。你要吓人的时候就没办法啦。他会在旁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这蝴蝶量真的很大啊！我之前真的没看过啊。再来批数，再来看书。
等下去夏玉家用原汁。所以这也是哪里啊？哦，这个，哦，在这，好。然后斧头啊，也可以附魔城，就砍下来直接变成木炭的。哦，你就直接用燃烧效果的。对啊，